负，但他现在表现哦，只在六七十分，但可以练到九十分、一百分这样子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球没有办法进手套，没有办法接起来啊！徐玉伟今天来担任开路先锋，在第一打席就攻占垒包，捞起来在中间方向，中外手扑下去没有接到，哇，不完了，球滚到后面去啊！那现在右外手去追球，等到追到球的时候，打者徐玉伟已经要冲三垒了。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底的三垒安打，在四局的下半，嘉义大学靠着连续两支长打的串联啊，再追加了一分。对，今天嘉大真的是很有那种反正没有压力放开来打的感觉啊。我现在整个才四局已经八支安打了，而且这里面长打还不少。反方向这个飞球落地形成了安打。今天徐义伟摆上来打第一棒，四次打